求福求善躲警察，诈骗车手照样被逮。高雄市刑大破获一个车手集团，逮捕22岁男子林正伟等3男1女。警方在嫌犯藏匿的汽车旅馆中取出215万元赃款、人头卡274张及点钞机等证物。好笑的是，嫌犯担心被逮，竟还随身携带写有佛字的雨伞。哦，还有用这公的啊，这公的符啊，还有个伞子啊。啊，这是要创啊？你这是要创啊？奇门遁甲，回你。一壶啊，一人一件啊，那个加持的啦，这加持的信物了。嫌犯表示，上周三到神坛问世。主持在济公附身后竟说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3日内必遭高雄警察找到。他吓得向主持要了写有佛字的雨伞保平安，但人如期被抓，让他感慨怎会那么准。全案讯后依诈欺罪嫌送办。动新闻，人得走天得看报道。